粉号，对，黑粉起人。这次有把难度调高，中难度，中超跑，拆弹啊，我就拆弹。哎，这不能走。我操！哎，走这样就好，不是吗？哦、我干嘛还要去走那边？追回吧！哎，哇 ！What the fuck？哎呦！哎，刚刚好啊！嗯 ，What the fuck？ 原来这是摧毁方块，刚刚没注意到。哦，原来是那个，哎，刚啊，我跑错吗？哥，我跑错了。OK， 没问题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刚没注意到还有那个摧毁方块，我的妈耶！还有藏一手的，喂、哎！啊 ，what the fuck！ 啊，快点老跳！啊，哦，可以直接跳不？哦，这怎么跳啦？啊！终于，哎，是这样。啊！我的嘿！哦，那边有存档点，为什么那边没有啊 ？What the hell is back in here？ 喂，我靠！操！哦，跳不过去就好了，原来如此。哈哈，还要躲，好多、哦！我的妈呀，不像什么天天玩的原子炮，反回跳，他这个有够难控的，哎。到底原来最难的地方，我操，我他妈死要跳，我的妈、啊、有过了吗？有过了吗？我的妈呀，怎么那么难呢、啊、很难控制、欸、有过了吗？啊，
我操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感觉粉红色好小。最后了，最后了！难道是干你你？呜呼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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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到二十分钟了，我要看他，我要怎么跑？呜呼！喉咙好痛哦！我操！你让我过了吧 ！Fuck you! Fuck you! Fuck you! 这些人到底是怎么过的？我蛮好奇。哎，过了吧 ？Yes, nice！ 终于过下一段呢。这一段比较简单啦，我好感动呢。我在那边卡了二十几分钟，是二十几分钟吗？不知道。哇塞，跳不过去！哇，还有啊！我去。啊，真的要控制了。好，简单。走迷宫是吧？哎，靠！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干！这到底要怎么过啊？对吧？对吧？啊，章鱼，好感动啊！滚下去！哎、欸，只是会转的。OK， 很好，很好。想说为什么我转，他妈转不了。鞋碰到了。快点！不要紧，过去吧，快点过去。哦。哦啊 ！OK， 鞋，我可以的。差点就没有穿到鞋，怎么又是这关？哎，等一下，这边稍微简单一点，所以不要大家等啊！我有这边粉红跳一个，黑色跳一个，粉红呢？粉红呢？完成了。我操！这是不让我移动的。啊！难道是这样跳？马斯克，难道是这样跳？啊！啊！差三个！啊哈！我手在抽筋。到底几层楼啊？这跳完了吧？啊，这已经很难了，五十几分钟根本不过不去。啊，再一个啊！啊，我好像找到诀窍了，各位们。啊，舒服了。六分钟，你确定能跑得完吗？它上面还有两层呢。超。我不知道还有几层楼，但他妈我已经觉得我水已经手湿掉了。过去，
呀，不管你，这速度怎么那么慢呢、啊？我操！谁敢让你们两个难为？谁敢？我信你！我是菜逼吧，菜逼吧蛋。完了，这时间绝对来不及了，剩下五分钟左右，你觉得我还能跑得完吗？嗯，我真的要慢慢来，浪费时间。不过这关也还蛮算简单的，直接冲刺 ，nice！ 哈，你他妈会移动的哦！哇塞，我也算还好吧，直接这样过去，嘿嘿，干！啊！看，过了吗？哎呀！你这关还有啊？好，五十分钟哪里够啊？来不及了！给我滚！给我滚！给我滚！啊！这是最后的吧？跳步也不行。好了，慢慢来啦，烦死了。我操！哎呀！哎呀！跳不过去，我的天赋呢？啊、哦！幸好有存档点，太幸好了！要过了吗？要过了吗？剩下两分钟了，应该没有了吧？哎，剩两分钟了，我跑吧！咋搞的？想不到两分钟，快逃啊！那什么快逃？是快跑！我、哦、为什么会要让这样子？这什么？先让我冷静一下。啊！我怎么进不去这扇门？啊！啊！剩下九十秒了，我啊！完了，完了，剩不到七十秒！我去，这，看这个顶部的补丁！完了，我觉得我要死了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是终点吗？终点吧，这是终点吧，拜托、哦。靠呀！你告诉我这不是终点，你妈的骗我！啊！完蛋了，这怎么过？哦，不要再挡我了，完了，完了！三十八、三十七、三十六、四十、四三、四。十九八七，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终点了吗？啊！我四三啊！极限三秒钟，终于过了，差点加重宝了。